道骨架以前原来要裂开，我骨系常规换添。从唔增加料理半途偏离，系已经变嘅多险，佢败无多失利。至于讲陈世忠讲，考虑到 Delta 赵宗祖对以前嘅影响，并一处叫已经变嘅多期过后，唔爱做降级嘅准备，连结会继续严格来防，不得红压，限期唔爱开放。行政院研究本土疫情卡得来会推出振兴五 P 券，民众做得用1000元、15000元，资本同数一天都有。也振兴五 P 券明年规划出来了，一组会有10张。照地道的消息，会有1000元券3张，500元券2张，200元券5张，总共5000元，唔会排付全面都会发。听到凤彩卢比初六早晨8点建监狱做虐待新特气压。气象局表示，一下卢比凤彩途中国福建行到伊曼，将来的路线唔确定，可能出海过后会走个增强做凤彩，行过香港台湾来。其嘅外围环流初六起时连登3日都会影响到台湾，还会引进西南气流，中南部要注意可能会有阵阵嘅落雨。西南气流连带安东尼落嘅起蒙掉雨，中南部嘅农业受到液态嘅损失。屏东县高速乡也当当去打自己嘅木瓜，大概有70都受到易岩冲嘅水伤。也屏东县政府当地嘅整理灾损嘅面积，准备将农业费启动现金救出机制。东京奥运就要结束了，也计系我国参加奥运多金得千多牌嘅，各有曝光会派英雄太游行来庆祝，也计已有初步嘅规划咧。考虑到游行会有全市嘅受理，指挥中心讲，还有期盼就按严条来遵守防疫嘅措施。